台湾世界级的建筑物台中国家歌剧院，整座建筑就是一场歌剧，踏进门厅就开始这场无与伦比的歌剧旅程。在2月23日，世德科技很高兴有机会在这世界级的场所，谢谢各位媒体好友在过往2016年世界级的专业演出。台中国家歌剧院的建筑师伊东丰雄说道，我想做的建筑是像河流里的漩涡般场所，这没有曲线的流动空间，就像世德科技效能无限扩充的模组化产品。当天的发布会中，包括最新毫米波的发展，以及世德科技所推出业界第一款提供 110GHz 频率覆盖范围的 Keysight N90CBUXAX 系列信号分析仪。世德科技通用的量测软体和参考解决方案，可协助工程师各个阶段的最佳化。业界首款全功能的 PXI 示波器提供高达 1GHz 的频宽。作为无线通讯领域测试测量的领导者，世德科技为大家带来全方位且经业界验证的 NB-IoT 测试测量方案。欢迎与我们共同聚焦电子量测技术的推陈出新。